植物的成长，小草的成长，花的成长，还有森林小树的成长，那都是我在一直寻找的元素。后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，对我来讲是一种生命，因为它的成长就花开花谢嘛，就是生命，所以我就采了，就是说后花园系列里头呢，这种艺术，这种感性的东西放入我的艺术里头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些那个桃花系列。张先生他我们去的时候一给我看一些海底生物，其实海底生物像珊瑚啦，有些鱼啦，那种变化，所以我又用那些生物里头放到我的后花园里头的系列，然后比如说产生这桃花。如果你静静看，你不觉得我的作品会动吗？在桃花系列里头，所以我桃花系列也是这样产生的。我觉得我的桃花是属于第二代，第一代的桃花呢是比较硬性的东西，硬的东西，现在就是软性的东西，我在想软性东西大概是年纪大了以后有一种感性存在，那种一种善念跟一种纯净，还有一种非常的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跟以前完全好像不太一样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已经是晚上11点多，因为平时我还要教学，然后到晚上大概6点多回到工作室，然后我就完全投入在工作，每天一直到晚餐我是不吃的，然后一直做到晚上大概10点11点，整个觉得人累了，肩膀觉得要垮下来的时候，我才停止回家。其实回家以后我已经累瘫了，那每次有时候甚至于我在那个长沙发上。我一躺下来就睡着，然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起来洗澡，我做其他，所以我很感激我的先生，他一直很支持我，真的是无怨无悔。就说我们是说家庭主妇，真的是我先生是家庭主妇，他没有讲话，只是一直支持我。